刚去冲动回来哈，拐到小瑞这个地儿里边看看去，这冲动的地方离他这儿还怪近嘞。快等这货架的都组装好了。哇，这货架的一样，就好像就是。想买铺了感觉，想买回事了，买买零食买买吃嘞。他中间好多人说中间这有东西哈，中间放一个就是三层的零食。啊，对，那柜台嘛，因为现在还没组装，没有那个柜儿。这儿都是接触的，能接不？能，有水。那现在就给他凑合是吧？走。后面他到了，来到最高点能拿去的。嗯。有假的，咱拿假的。这个大小是正常说。嗯。他没法接那种带柜体的一体式的，因为他下边没有下水道，下边还得放个勺。洗洗手，简单的洗洗手，洗脸中。走吧。这睡醒了？买点菜，行，那个小孩瞌睡的嘞。还瞌睡？俺小孩特别能睡啊，一睡仨钟头，四个钟头。能睡的嘞。他估计可能睡啊。真觉得。活不大。下来，俺爷爷歇着了。来，让妈妈梳梳头来。下来吧。不梳头啊？还让你爷爷歇着呀？俺谁？谁？那个是谁？他不是哦，你知道是你呀、啊？哎呀，看了这个照片，问是谁？对，看问了这个照片，这个是谁？我。我。哎呀！咦、哎，太怪给你了，听见你来了吧？听见我来了。姐妹凑拉一会儿时间哈，出去溜达了一圈，冲拉冲弄，出去去小瑞那溜达了一圈。嗯，你在这儿弄小芭蕉，给你弄猪肉去。嗯，把中药给你吃了，姐妹，站好了。嗯，给大家说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哈。我现在就是，因为这个越来越小了，就是他每天都在骑农跑，然后农跑跳了，这个农也就没了，所以他会越来越小。但是你这个中药坚持喝半年，咱能把身体也能调养好，因为体质弱。这中药泡好了啊，泡二十分钟，保持来，然后二十分钟。喝。现在这个中药换药包了哈，又换药了，这个能熬两回，这个药就能放凉了，放冰箱里，明天接到。好吧。嗯，还给他洗手。一会儿，趁热喝这个中药。